在那静静的黑夜里。在那静静的黑夜里，这句话我不是开玩笑的。我见到你晶莹的眼睛，你也不要离开我，发射出了柔和的光辉，让老师又恢复了平静。你不是说过为了我苦也是甜的吗？一个瞎子还能给你幸福吗？别让月光，你听见孩子叫你爸爸的声音吗？我听见。我希望他知道，我才等着他回来。何日君再来？星期日晚，天影经典频道。